这条的争议性应该不太高，因为是在于年龄的限制。虽然有人说二十，有人说十八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在台湾十八岁的人就可以有结婚的自由。虽然在同志婚姻里面，我们希望是两人的结合，而不是结婚的关系。但是年龄我还是赞成十八岁，因为十八岁他算是已经长大了，所以这个年龄上我赞成十八岁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省委员。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。